说是常山县有一李姓人家，家境倒也算不上有多好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家中有一幼子李生，逢卖了粮食，李翁都会给些散钱让他买糖吃。一日，李生拿着散钱正要去买糖吃，就见一乞丐趴在地上以头触地，痛苦万分。一问，乞丐说是酒瘾犯了，却没有钱打酒。李生倒也大方，看乞丐那副模样就想帮一帮他，就用买糖的钱去打了酒。乞丐有了酒喝也不再难受。李生好奇那酒有什么好喝的，乞丐便把酒葫芦递到他的眼前。李生捧起葫芦灌了一口，又呛又辣，咳嗽不止。乞丐从怀中掏出几块肉让他吃下，李生拿起一块肉放入口中，一仰脖吞了下去，作别了乞丐回到家中。自此以后便染上了酒瘾，一顿不喝便浑身难受，这一喝就是十余年。直到二十几岁已经是个大胖子了，每顿要喝掉一坛子酒。即便如此，他还娶了一位贤妻，家中田产也是有增无减，日渐富裕。直到某日，家中来了一位番僧，说是李生腹中有一只酒虫，驱使他嗜酒如命。番僧说有手段可以将酒虫勾出，让李生变成正常人。李生日渐肥胖，也确实让妻子忧心，便把番僧的话讲给了李生听。李生应允，按番僧所说躺于院中木床，绑住手脚，将一坛酒吊于头上。过不多时，李生就饥渴得不行，想要喝坛中美酒可又够不到，挣扎了半晌，就觉得腹中搅动，嗓子痒痒，一大块红肉蠕动着从口中钻了出来，窜到了酒坛上蠕动着，爬进了酒坛之中。番僧瞅准时机盖上了酒坛，命人把李生松绑让他观看，就见坛中美酒已经被喝掉大半，那块红肉竟生有眉眼，丑陋无比。李生又赠了不少钱财给那番僧，将番僧送出老远，以为他是救了自己。从那以后，他嗜酒如仇，闻之即呕，体重也快速下降，跟着体重一块衰败的还有家境，没两年就没落了。最后只剩下几亩薄田自行耕种，用以糊口。有人说当年乞丐赠予他的是蝠虫，而并非番僧所说的酒虫，他失了蝠虫也就只能过苦日子了。